道哎、欸。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后面吧。啊、我这边的呢，我这边，这边妇女科对，妇女科对，这边妇女科过来这边。是那里吗？这里啊，要自己关起来啊，那么。对，这边对，华友这边啊。是这里吗？这边啊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开玩笑。啊，里面那个洞是不是啊？我这边没看到路啊。我好像，我印象中好像不是这样哎、欸。你是这边吗？干。干你！不要你中间，你他妈的传送器啊！这是中间，中间那边的、啊，这是传送器啊！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记得是不用跑啊，打完了，不要在这边，真的很发气耶！干你这是带带过路路痴哦你！等一下要带我去打打那个筛网啊、哦！我记得好像是一网一网，它上面那边有一个路，不然都回头吧。不是啊，是下单才要进去啊。复活不了，打战斗啊，打战斗。这个装点是电脑的装点啊，放电啊，延迟那些都爆。下去要几人跳下去啊？不要跳下去，跳下去干嘛？你们跳下去干嘛、啊？你们跳下去干嘛？对，那个八孔被骗了。你一直在骗人哦。我也跳。很远呢、啊，那个是很远呢、啊。哎，谁要被骗下去啊？上网真的下去了啦。罗万辉都爆干身的、哦。救不到吧？这拉不到吧？尸体都不见了。死我了。干死他了、哦！哎、跑了跑了，要把他装。哎呀，我快跳下去！装、欸、下去，逃放一下。没装备，不要装，不要装。哎，炸弹下去！炸弹要下去啊！送炸弹要下去啊！不听讲，送炸弹要下去，不然会灭团的。对啊，都是正面的。你也去给双冲啊！双冲可以啊，我觉得先跳过去没有差哎、欸。老爷你干嘛？老爷你在干嘛？老爷，靠腰。来来来，干什么变成我下去啊？你们别啊，都会消失。哇靠！一堆炸弹呢！我必须先装备它。炸弹分不完的。干！我被老爷弄死了。不要太快啦！前面那个不要跑太快啊！那球一出来，不要破坏主人的节奏。来跑位，跑位，跑位，跑位。东正方的不要过来，魔化的不要过来，是谁？我等下打给你。刀不之锤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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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错了，那个不要。因为我现在是打魔兽。摇啊摇啊摇摇，稳住了，都稳住了。来，逃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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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灭之锤啊！你们会被无比强大的力量烧毁。他好像射一次锤子就行了、欸，来注意不要吃错了，然后毁灭不要给我跑都 OK 好。然后不会吃的跑线上，今天跑线上没关系，跑在线上不要跑错了，在线上打网，在线上打网，然后送炸弹的下去，送炸弹的接下去，到那个脸上到光圈那边。在打的时候不要左右动啊，会害死队友。OK 吗？会害队友一直中炸弹，你们不要左右动，站着就好了。看到人在左右动的，然后中炸弹，你自己就知道慢慢被收起了。看哦，要转哦，要转哦。魔化，换边，换边，再看一次是自己的，再看一次是自己的。第一把锤是神圣还是神圣？然后再来魔化。神圣的分仓不够。你先逃，你先逃梦，你先逃梦，你先逃梦。
然后我逃梦，来来来，在那个毁灭的，毁灭的要准备那个治水，来治水治水治水。好。哎，稳住了，稳住了。速度在加慢吗？交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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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确认一次，再确认一次。魔幻是谁？粉色那个谁？法师走，法师走。还没。送大蛋，送大蛋。来准备那个，等一下那个，准备逃跑，逃梦，逃梦，逃梦。毁灭准备接接锤，毁灭准备接锤。应该说魔幻了，是不是？魔幻准备接锤。哇，快死吧！我看蜘蛛就这样，然后这是怎么打？对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一直就这样，就这样一直蹲蹲掉。你们就从世界上消失吧！来，我要看到其他的。OK， 尽量走走内圈那边那个线上。刚刚飞出去了，不要乱走。这是神圣的事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那中上的。中弹的马上就到边边去了，线边边，中炸弹的马上到边边去了，不要在那边。好 ，OK。还没装备这件物品。来，嘟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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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，跑位置，跑位置，跑位置。来，第一个是那个神圣哦，神圣。你要先知道，点进来啊！分三啊，分三啊！对，来来来，放火，毁灭毁灭，魔化的过来分三。OK， 没装备这件物品。把咖啡跟沙皇拉起来。不行，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我们三个来交换，交换，交换，确实看一下自己 buff， 看一下自己 buff。来，神圣 ，OK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别下去。炸弹，来，炸弹的。毁灭水，毁灭水，毁灭水。来，准备反冲。你们就从世界上消失吧。在线打王，在线上打王。凡人哪会明白装备这些物品？这是神圣的使命。全心我已经超出状态，他这 buff 可以提升，对对对，会先出来，会先显示出来了。他这 buff 会先显示出来，看得到的。我必须先装备他。嘟嘟啊，嘟嘟啊，看一下自己位置啊。感受灵魂分裂的痛苦吧。来，逃梦，逃梦，逃梦，造物者之锤。还没装备这些物品。哎呦！我必须先装备它才能成功。会互相 combo 哎，这东西会互相 combo 哎。毁灭锤。还没装备这些物品。十秒后造物锤哦，先让我那个。感受灵魂分裂的痛苦吧！跑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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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造物锤。我说他的影子啊，还没那个这。会啊，他影子这样爆了，然后下去。我会喊一下，我会喊一下，我刚刚都是爆了，然后直接下去。哎，我一样。毁灭锤，毁灭锤分呢？毁灭锤分呢？准备那个准备打盾牌哦，它掉下来的那个球会有绿绿的跟橘子的啦，你们看一下，可以预先吃那个好像 OK 的，没问题的，你们看一下，掉下来的时候就会显示是绿的还是，所以可以先去吃，然后或者是不吃。凡人哪会明白？你们会看到说它是绿的还是橘子的，所以注意一下。
全心全意，其实还行，不算真的超级那个了。还没装备这件物品，大家打快一点啊！打快一点，八千万，七千万。必然我必须先装备它才能行。好了好了，打快。走路走路走路，有谁可以复活的打个一，来魔化的到绿色圈圈，魔化的过来，快点劝举，快点！哇靠呗！来神神圣锤，神圣锤，嘲讽一下，嘲讽一下！哇！加油！三趴啦！三趴三趴！哇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可以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神圣的团的，稳着稳着，来神圣的团。稳住稳住，哎，朝右边。还没装备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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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束。我靠，这个是电梯啊！会上去的，会上去的，会复活。我靠，这是电梯啊！跳上去，跳上去。对对对对，他等一下要从这里坐电梯上去楼上。我们也上来。跳下去啊！上来楼下。